英国外相克格话，佢喺对越南进行嘅一次罕见访问期间，一直喺度讨论围绕南中国海主权问题嘅严重争端。克格星期三对记者话，中国同几个邻国之间嘅呢场争端，只系佢同越南总理阮俊勇同外长范平明讨论嘅几个问题之一。贸易问题亦系克格讨论嘅主要问题。呢个系17年嚟英国外相首次访问越南。德国通讯社引述英国大使斯托克斯话，克格对进行武器交易嘅机会感兴趣。